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梁夏，不是梁虾。这期视频给大家带来 1.3 版本前章内容总结，不知道各位打算抽谁呢？视频如果对你有帮助的话，希望可以点赞支持一下。同时 ，B 站对于转发权重比较大，帮忙转发一下吧，不用真的转发，退回来或者转发给我就行了。同时还有无经验拿，谢谢。三把原石对号码放屏幕上或者评论区了，自行查看即可。首先是各位旅行者最喜欢的每个版本签到送十连抽，这里我点名某二字游戏啊，学学人家吧，多好，多舒服啊。然后是上棒的单核影月，四星陪跑角色御空，看来我的四命御空有机会满命了啊，就是不知道会不会160抽一只，哎呀，这能不能乱说啊，怎么可能啊。艾斯达以及三月七的四星陪跑，这两个没有满命的话可以补一下了，以及影月的装物。下棒是福玄、福清以及陪跑四星角色林可、杰帕的西路瓦的妹妹以及虎克佩拉。好家伙，我感觉佩拉是不是经常 up 啊，哦，卡池常客啊，想必各位这位佩拉已经找满命了吧，当然除了萌新除外啊，还有福玄的装物。同时 1.3 版本将会继续迎来仙舟的主线内容，同行任务四个角色，想必各位好奇福玄呢，其实这个官方也说了会在三月七的任务里面出现，说是三月七为了探索自己的身世找了福玄啊，这个我们可以期待一下三月七到底会不会觉醒呢。全新场景金人像，好家伙，这名字让我想起了那个会通人的那只金人。不过言归正传啊，这个区域将会迎来全新活动，奖励包括素材以及仪器定轨送一只树伤，还有全新的功能壁纸，也可以说是皮肤吧，还挺好看的。同时魔女宇宙将会迎来重大更新，黄雨黄灾的一个系列魔女宇宙，听官方说这个玩法可以送两个仪器定轨，还不错啊。原神啊，算了。以及第七宇宙新增防御命图，具体什么效果还是未知的。全新小活动空间站特派，这个属于小活动的，奖励的话一些原石啊素材的。经典活动魔女宇宙双倍掉落和地脉花双倍掉落，这个都知道了啊。好友系统新增可发表情包，这个好耶，聊天人狂喜。以及最最重要的体力上限调整到240了，刚好是24小时，再也不用担心老是溢出的问题了。就算溢出了也可以储存起来，听说是三分之一啊，最高2400，不知道真的假的，不过这个好啊，我喜欢。视频最后官方将于9月22号和 KFC 联动，好家伙，三月七和单恒还挺可爱呢，不知道各位期待吗？最后发个投票啊，各位打算抽谁呢？让我看看，单恒还是福玄。最后祝你们看到这个视频都轻轻松松出金，我是梁夏，我们有缘再见，拜拜。